不会，嗯，嗯，心性上无相，怎么给身体能影响到你心性呢？就是我定不了，然后我想修定，嗯，身体不好也修不了。不，离相就可以先直接对了，是可以入定的，与心与身体没关系，嗯。首先，你认为你在见地上要知道它与身体没关系啊，要这样认为，它真的有没关系吗？哎，如果是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就是见地，它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无形无相，跟任何法、任何相没关系，怎么能跟你的心肝脾肺肾产生关系？那不是相吗？是吧？跟男人、女人没关系的，跟人力、人相、我相没关系的，啊，那都是相，知道吧？是我们把它定义叫物质，佛学里边定义它叫相，啊。所以你是可以的啊，但是在你过程中，这个东西会产生一些障碍啊，或产生各种角色啊，你把它如如不动，就认为它是无相的，哎，就认为它是幻境就行。如果你认为它就是说一定要中脉通气脉三脉经络通，就那就不是从最高见地修了啊。你认为有一个，你知道你认为你会受障碍，这个认知才是最大的障碍。所以直接很重要啊，从最高直接修快啊，从无相的角度修嘛，嗯，所以我不是刚才举例说破淫心，你不能说有个篮子跟金虫，啊，你是切为金虾，人力欲望的物质，你给他把那篮子金子杀了，是吧？你把那个金虫杀了，是吧？你那是无相，它不是你要用无相的心去看梦幻泡影，啊，包括你的一念淫都梦幻泡影，知道吧？你才能最终破镜，知道吧？你敢定义它，不管是你拿还是放，你都在执着。就像拿一个手机，你说我拿起来是破了这个手机的相，还是放下破了手机的相，是不是不理它？从开始了，我不理它，看也不看它，有一天我忘记了，它就消失了，是吧？你说，老师，我把它放下了，我把它放下了，我把它放下了，你怎么记着吗？老师，我拿起来了，我认为我破相，我拿起来，你怎么还记着吗？怎么，你真的破了？拿破是吧？无效，是吧？你问我它影响还是不影响，是吧？那肯定，要是从世俗法，它身心是一元的，肯定是吧？心在转，气脉也在转，身体不好也会影响心态的，不影响空性。但你不是空性的，不是从一起步你就要定义你是如来空性，否则你怎么成佛呢？你要修道就是这样。那它影响的是女人啊。你不是不是女人吗？你不是无形无相吗？女人是个相来的哦，是吧？你不是无形无相、无名无姓吗？你不是如来吗？是吧？这所有的修正者必须从这儿才能成佛啊！你没有这个见地怎么成佛？果跟因是一样的，我们只是迷了嘛，迷失了嘛，是吧？成了佛，我们还是只是行觉者为佛，迷者为众生嘛。这个是根本见地啊，成道的根本见地啊。你错开这个见地，你成就不了啊，嗯，而这也是最快的，知道吧？嗯，你修修，你变成个别的了嘛？你比如你修，你要认为你是个女人嘛，你就会求一个，你说，哎呀，有一天放光，哎呀，我确实就放光了，你觉得自己像个佛了？你从一个女人凡夫变成一个光芒万丈的佛像，是吧？那孙悟空也能变。但孙悟空还得去接取经，还得悟空，是吧？他为什么被如来佛一个手掌就压在五指山下？他不会打过，打不过，为什么？他就是会变。人家佛是真的空，他是变来的，他是变的，他可以变成一个光芒万丈的佛，但他不是如来，他没有成就，他还在轮转之中。不是阎王爷还能找到他吗？他不是寿命到了吗？他只不过是去阎王殿又闹腾了一阵，把自己那个脖子撕了。是吧？他厉害，只不过厉害而已，是吧？他没有逃脱轮回啊，那不算的，知道吧？嗯，他是个石猴子，他蹦出来，他情欲什么也没有什么啊，就是个石猴子，所以他练神变快嘛，嗯，所以但是他练神变快，但是他没成道啊，他没开悟啊，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开悟快啊，神变慢啊，因为你气脉造化嘛，就这样哦。你心性上很快的，你能听懂。嗯，你可以把它当假的看，是吧？那个作者是，他确实看到过这些景象，把写下来，他就纯粹的通过我们人类的思维想象出来。这个世界没有真相。
佛说这些是梦幻泡影的，假的，但你道假吗？是吧？有的说是假的，你道真了也是啊，是吧？我但是西天取经这四个，你不能这样，它是很多事情你不能以真假来说，来就是它到底真的假的？难道不是真的就非得是假的吗？是吧？思维虚构出来的，是吧？你说六道，我们你看不见那其他道是思维虚构出来的吗？啊，我也不知道唐三藏当年玄奘法师去西天取经的时候，头上是不是飞着四个，是吧？这你看不见，那维度不一样，是不是？人家是不是一个人去的，还是四个人去的？我怎么知道，是吧？你看见的是一个，人家也许四个，是吧？也许是五个，谁知道呢，是吧？你觉得佛菩萨不会在空中护持吗？啊，在路上遭遇的什么磨难，不会护持吗？这孙悟空是很一体，孙悟空的眼中只有魔佛两种，就像你只有真假，对的错的，那就是妖，妖就是傻，是吧？魔妖只有对错，只有正邪，很分明啊，对错正邪，因为他是石头里边蹦出来的，他没有2.5的，他没有中间的，是吧？唐僧就有，是吧？这个妖也可以渡的嘛，是吧？他有情的嘛，孙悟空没有啊，孙悟空就是办事的，妖杀，人不杀留下，中间他没有说是这个妖，跟人中间还有一个，没准这个人可以转成妖，妖可以转成人，他是说你今天你不是人，我就杀了你，是吧？你要明天变成人再说，他没有这些，他没有，他很绝对啊，就像我们说，不是佛就是魔。不是对就是错，到底真的还是假的？这不是一个思维吗？真的假的，我敢说真的假的，是吧？我要说敢说妖你就杀了，说什么？我说是真的，是吧？那在人道跟显然我们只看见唐玄奘一个人去西天了啊，就到那个是虚的吧啊。但是你看的时候，也有可能，有这个可能。我觉得，你看小世界上画的一个模型上面。哦，你觉得他们画对了吗？你问我，他们就那样画的吗？是吧？我们看个三维的平面图而已，是吧？我们连十维都看不清楚，是吧？我们哎，我觉得可能没画对吧？是吧？那真实的，如果从那个角度看。因为所有的法，所有的讲法都不过是为了人道的众生能够理解了，不可说的，没有办法，因为人道的理解力就这么多，就按照人力的理解力去讲法，讲佛法。你认为的世界就是，你认为的地球就是圆的，你认为的太阳就是热的，是吧？你认为的月亮就是那样，不直径半径都，但那是人力认为的，太阳就是热的吗？人力才认为是热的，因为你不热，你不够热，是吧？你要比太阳还热，你认为它是冷的，知道吧？哎，假如我是来自于某个星球的，我在放光，我比太阳的光芒更万丈，不是？有的星球的众生有10个太阳、100个太阳的光明，就是亮到那种程度，你见过吗？你不是眼睛都睁不开了吗？人力的眼睛是睁不开的啊，看见太阳都睁不开了，看说万丈光芒说。有个外星球人来了，他有几百个太阳的光那么强烈，我们的太阳就是凉的，冰凉的，说你们这个太阳太凉了，是吧？应该增温，而我们就是，你觉得太阳是热的吗？人家进太阳洗个澡而已，去我们的太阳里边，这是北极了去了啊。所以我们都是拿人道的角度去理解这些的。到底是圆的是个啥样子，就是方的是啥样子，体型是啥样子，正方形啥样子，人力的集合图形而已，是吧？但是如果那些东西能够有助于你理解空性，我觉得就认了，就是哎不错啊。如果有助于你去学习佛法理解规律，他怎么说也对，他有助于能够帮助你，那就是方法。他不管画平面的还是立体图啊，他有助于你去了解佛说的东西，其他的等你成佛了再说，你自己去看。我也没有体验过空性，我怎么从空性的角度去观空啊？先有一个见地，先有一个知见，你认为你是空性的，行不行？
因为你本质是无形无相的，所以你也不可能以某个角度，你只有一个认知，知道吧？你的本质上是空性的，知道吧？你这是先从这个见底来，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安住在空性的角度去修行嘛，那安住在空性的角度，那这个空性安住在哪里？它是个扇子，我们能住在扇子上啊，是吧？它是张纸，我们住在纸上；它是个桌子，我们坐桌子上。空性无形无相，你往哪安？告诉我，它不是地球啊，你没地方下脚，知道吧？往哪安？安住在一个知见上，还不就是你认为你是空性的？这个知见很重要，世界万法都是由这个知见产生的。现在在这个上啊，但现在不管，比你在人道轮回的，你认为你是个女人更真一点。先，因为你是个如来，你是空性无形无相的，安住在这个之间，这是佛经历过修行成功以后告诉你的。因为你不知道如来是无形无相的，你还不知道，但是佛把他的果位的境界告诉你了。你先安住在他果位境界，你修行快，否则你几十万大劫你也不知道你是个佛。你一直想变来变去，你今天变成光芒万丈的，明天没有了，你会觉得很伤感。你觉得哎呀，怎么我那个境界没有了呢？你会觉得怎么退步了吗？是吧？你不知道一切在生灭无常里边，你变来变去的东西总在生灭无常。最后你如如不对，不必进转的时候，你就是。但是佛把这个境界告诉你了，所以你就不需要受那些幻境的影响了，你直接就如如不动，不用变来变去，然后才总结出原来不能动，不能变。是吧？所以你在禅定境界，你所有的登地菩萨或者到最后甚至等觉菩萨直接都跟佛一样，都是幻境，他不懂，他认的那个才是，不是那些他变成就是神通具足啊，那些是他，不是，那不是他，那是幻境。变就是修正的过程，这是个修正的方法，修正的直接。当然你成道了，你已经安住在果位上了啊，那一切都是你，就不是幻境了，一切都是你的化身。你可以做任何事，你可以起心动念，你都是妙用，知道吧？心想事成，随缘做事。哦，而且每一个众生，你知道这我们人类啊，我们都是空性的，知道吧？你看见的这个世界，包括地球是圆的，太阳是圆的，是个球或者是什么，是因为众生，比如说你在禅定里边，你。每个人都有很多幻境，但是你如果从来没做过飞碟，你是梦不到飞碟，你也看不见飞碟的。就是你的幻境的出现，也是你生生世世你知道的东西才呈现出幻境。就是生生世世你的，就是所以《楞严经》里面不是叫随应所知量，用众生的所知道的那些东西来呈现幻境。我们人类有共业，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幻境。你认为那叫圆，那叫球或者是什么，你逃不脱人类三维的视角，知道吧？你的里边是有那种信息的，否则你梦也梦不到，你很难梦到，你出现幻境都出现不了。有信息的啊，而且当一个星球，现在假如说太阳，你看见地球是圆的，如果它在高速运动呢？如果它在高速运动，它也许是一道光，是吧？它变成能量了，物质跟能量是能互换的，在你的眼里它到底是土壤还是能量，是吧？它是圆的，一道光是圆的吗？你会觉得它是长的，是吧？这是人类的定义啊，是吧？或者是一道光点啊，或者是也许有一天我们去了，不是说有一个电影里边说原来地球是人家某一个世界的漏灯投下的光影，是吧？漏灯，是吧？不是有一个什么电影，就是我们的星球是一下某一个世界的路灯，就这样。这个也虽然有点荒诞，但是我们真的是觉得你能比较，你虽然我们在三维，我们很佛说我们的佛举例说我们的视野啊，人力的视角，寸光，就是说寸光就是范围很窄，是吧？我们形容老鼠才是这样形容的啊，人力说方寸之地。你见闻觉知方寸之地啊，就是你的很像天眼都看得很宽广，人类的肉也看不远啊，所以在这方寸之地里你要成佛解脱，解脱你不知道那些真相是啥，是吧？你只能以你的角度来去解脱认定，那就叫方的，那就叫圆的，
然后不着这些小，不必这些经转，慢慢解脱。